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这 One Piece Bounty Rush 吧。那今天的话回来是有点晚了，是我们这个9月30号的这个凌晨12点啦。那今天的话还是一样继续来打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各种模式，因为我们赛季已经快要结束了，所以赛季新的赛季的话我们就之后再来跑。然后这次的话来玩一下，因为现在来说用电脑版的啦，感觉是可以玩一些可以就是那个格斗类型的这个角色了，我来看一下，就是格斗类型角色的话，能不能打出我们一些好成绩了哦。所以我们就玩一下玉田跟我们的这个卡溜洞，看一下哈。反正现在来说，我就是来测试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电脑版的各种的这个攻击能力啊，会不会折平到这个电脑版比较适合玩攻击手呢？哎，搞不好是这样子哦。不过顺便有感觉到就是那个电脑版这边的玩家啊，确实好像顶神的呀，所以就好像也没到哪米的简单了啊。那我们就继续加油，不知道有没有分区耶？你们觉得有分区吗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脑版就是比较厉害这样的感觉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夺宝走很多哟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玉田好了。玉田我记得好像是在里面的话，只要就是没有离开这个夺宝区，我们就可以就是疯狂哦，不会被打死哦，这个应该挺不错的哦。来，让我们狂买级嘞 ，Go Go Go！ 哇、哦、哇，大家都是玩那个免费角色，没有半个有那个，哇靠，一堆这个部落鸡啊，现在超大只哎，我靠，三只巨人哎，超猛的，我的天，有够帅啊，我的天，有够帅，来，哇，一堆部落鸡，我的妈呀，各位这个。来，我们就镇守在这里了。桃园十杰，完了，哎，我被打到哪里去了？好，在那边，我们可以去动他们家。来，一起。他们其实很快就被我们夺完了耶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巨人，太笨重。他们在闹了是不是啊？这看起来就是来玩的。这什么场面？我的天啊，超大只！我的天啊，哎，真的好笑哦，这真的蛮好笑的。一堆巨人来了，各位可以哦。这边直接拿5780分，哇，好像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多分呢。但我们继续加油，好笑哦，各位，完完全都是整套的这个巨人阵型哎。所以这边我们是可以随机到巨人的吗？如果是可以随机到巨人的话，待会我也要来玩玩看巨人，感觉应该也是很好玩的耶，各位。对啊，感觉真的不赖，真的不错哦，是不是？感觉是有趣的，因为感觉超多只、超大型的在那边。然后他们昨天已经看过，就是他们是没办法闪避，但是他们是有这个就是强力的这个防御的哦。所以待会如果能够玩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来看一下这个部落机能不能就是用出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哦。这边一样跟刚，哎，不是啊，是都排到一样的人啊，真的耶，会不会真的电脑版就跟电脑版啊？因为对面又是满满的部落机了耶，我的天，哎呦！对啊，因为我们这边这几个好像也蛮熟悉的耶，对啊，哦，莫非我靠，连续遇到，太好笑了吧！我的天啊，我连续遇到这么多场是怎么样啊？哦，这个是没办法，就是那个边打边往前的啊。那我来拿这个，感觉我们应该要很快就结束这一把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两个虐牛，然后他们都是来了，来了，超大巨人族，来桃园十杰一下，超好笑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，那败太笨重了啦，哎、欸，中间有，结束，结束。我就待在里面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来看一下，会不会又遇到他们呐、啊？这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我天，会吗？又遇到他们吗？这边分数比较多一点点，来，看一下。这如果真的又遇到他们的话，就代表就是电脑版的这个玩家好像真的就是有特定的这个，就是你一开电脑版才会有电脑版的这个玩家哎、欸，就是不是他好像不会跟手机对到。我们先看一下下一把。如果接下来又是那个部落机他们的话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没可能了吧？
没可能了吧？啊、哦，没了没了，换了换了。可是又是这个哎、欸，割岸四生哎、欸，我怎么好像一直都跟这个割岸四生一起啊？而且这个割岸四生是不是在讲脏话呀？割岸四生是蛮好笑的，来看一下哦。没有问题，来，阳光队啊，哟呼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往前突入，这把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啊、哦！毕竟不是四个这个部落机了。那、啊、如果还是渡部落机的话，就真的很就真的好笑了。哦，卡里尤达，先把它砍飞，然后我就在里面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在里面也不会死，各位。没错，我在这里面是不会死的。不是这只吗？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死了？我以为他是那个哎、欸，我以为他是在那个财宝区里面不会死的那个角色哎、欸，哈，还是记错了呀？应该是这只才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这只啊，怎么会？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两只啊。两只卡流筒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石化石化了，老哥我石化了，救一下救一下！完了，两只都石化 ，Oh my god， 完啦！哎、欸，可是我以为我那个玉田是不会死的那一只哎、欸，还是他要什么效果才不会死啊？应该是要什么效果才不会死哦？哇，这把这把大家都动真格咯，干嘛啦，黄猿？哦呢，おいしいね。哇哇哇哇！还是因为那个啊，雷利有那个。雷利有就是我那个什么，就是更新效果无效，有让我这个无效的，所以我才会被打死。这感觉好像也是有可能的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不该在这边。对，我觉得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赶快走了。这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，不要做。啊，完了。哎、欸，中间点位，看一下哦，守住就好了，守住就好了。完了，好像都躲不了哎、欸，毕竟是有那个谁啊，有女帝在那边啊，是真的很难躲。哦，另外一边我们机外，另外一边要赢只能看那边了。哎呦 ，nice， 躲得好，卡流通。真的、欸，我们现在要守另外一边哎、欸，各位。好，那边交给你了，然后我来中间。看起来他们是不打算来中间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我觉得我好像躲不完啦，但是会给他们点压力。反正他们在那边也没办法躲那边就可以了哦、喔，可以耶！嘿嘿，我们今天真的是疯狂赢哎，还不错哎，真是辛苦了。海斗桑，他应该是有什么那个啦，我忘记了。反正我记得他好像在哪里是不会死的，可是好像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位置吗？我来看一下哦、喔。因为我们上机的，我记得好像看就是他就是不会死的嘛，有那个更新效果，看一下。身在财宝区实际受到足以被 KO 的损伤，也会承受住该条留下一体力。这个好像，对啊，有这个啊。但是他我记得好像是在里面都不会死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好像又不是这样哎、欸，完了，忘记是不是这一只了，各位。对啊，留下一体力，但是我刚刚不是在财宝区里面吗？但我挂了耶！哈、啊，为什么雷利有这种方法可以，就是让我没有办法？还是其实我误会了什么？不会吧，各位 ？Oh no, oh no， 各位，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把，有没有机会再打出我们好成绩？我觉得今天这个遇到这个四只部落鸡啊，真的超好笑，好不好？这个红鬼巨人啊，好不好？超级无敌多只哎、欸，我好像就没看到这么多多利哦。多利的话，我之前有在打那个打场的时候遇到一只这样子，
对，有遇到一只过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看，看一下啦啊。好、哦，这边的话呢，好，这边夺宝手很多哎。继续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继续看一下玉田好了。搞不好只是我们刚刚没有用好啊，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在财宝区里面，可是我还是被那个，还是被雷利剁了哦，还是被他剁死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哦。来啦，让我们看看。呦呦呦，好，那这边往前突击，往前突击，然后顺一下，直接砍烂，再砍烂，然后我们赶快夺一下，夺宝，只要我把这边夺掉。你们就在里面打不死我了，应该。好，我们就来守他们家。哦、我还在里面，我还在里面，我还在里面。哎呦，看起来他们放弃挣扎。哦呦，53-1。哎呦，哦哦哦，有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电脑版控起来还是挺顺的啦哦，没有问题，各位。哎、欸，我是 MVP 耶、欸，哈哈哈，可以啊。